我的家时间3:13，大概6月19日星期三，是我哋中午，我哋学校就一日正常翻学，即意思系话，啱啱3:30打完钟之后，即系再见啦，咩意思咧？中午的呢个上堂就知道完啦。呢个 com server， 唉，除咗呢几日都系喺屋企系咁啊，无所事事嘅。跟然之後，聽日補課化學，9:00-12:00，後日6月1日星期五，又係9:00-12:00嘅化學，跟住食完之後食完飯之後2:00地理，至到5:00。咁但係之後，星期一、二地齋地理啫，成2:00-5:00，跟住之後6月20日開始放假。咁其實對於我嚟講，6月26日、27、28、29、30都係喺咁喺屋企打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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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為都已經唔使補課啊，放假。咁但係心諗我記得阿 Sir 講過嘅，係我哋學校全港得我哋學校最係提早放暑假，仲要6月中已經放緊暑假。你想象一下，其他學校都是七月中放暑假，咁我哋6月中就放暑假，即係足足係提早一個月。不過相反，要放假都喺屋企冇咩嘢做，一日打機，一日就跑步。咁但係 plan 好點樣做嘢先？但暑假要補課，咁但我醒起，好似7月尾去旅行日本，咁如果我問咗之後咁啱撞正補課時間，我真係唔得啦。咁機票一買好，咁冇理由機票買好，但係我唔去嘅，心諗如果我唔去，我蝕底嘅啫喎。唉，不過一句講曬，今日開始已經係放緊暑假。唉，都完啦。放完暑假之後，跟住就中六，成個中六嘅生涯得個68日嘅上課天，因為我哋9月幾、10月、11月、12月，跟住然之後1月、2月。考完個mock卷之後，新年假期第一日，唔係應該係放新年假之前嘅一日，就係我哋嘅最後一日翻學。咁然之後就畢業禮之後就完啦，跟住就等到3月幾嘅 DSE。呢個我只有幫佢解曬啲嘢。呢個反同一條例，好似話聽日又有人就發起，唔係下午5點，又係喺立法會示威區嗰度示威，要求政府撤回呢條條例。咁但係你都記得我講過，上個禮拜。原本話嗰條條例正喺度籌備通過緊，咁而家林鄭話唔通過，
咁但係嗰啲人個想法都係想政府好似回歸受禮咁，所以聽日就有機會啲人會集會去集會嘅。咁但係佢都講過，如果到下年七月，2022年7月，咁到嗰條條例未通過嘅話，咁嗰條條例就擱置咗，要忘記佢。而家都冇乜動靜，仍然都有，仍然都係少數嘅喺立法會市喺佢度逗留，因為好簡單，佢哋目的都係想令政府撤回逃犯條例。如果唔係繼續留喺度，咁我今日見冇乜嘢做，就放喺 last day 嘅中午嘅，咁所以我就趁呢段時間攞嗰兩個剪報出嚟做。誒嗰度咁可以利用你自己文字嘅創，去即係可以發揮你嘅創意去做呢兩篇剪報。哇！兩毫無之聲。我係主持。不過都冇咩做啦，之後假期即係屋企打機，